大家好，我是三马小静。相信啊，每个人都有几个亲戚朋友是做保险的，三不五时的会来家里坐一坐，还软磨硬泡的求你买保险。那如果他推荐的恰好是你需要的，而且也是划算的，那买就买了。但如果推荐的根本不是我们需要的，而且很明显性价比不高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礼貌的拒绝对方呢？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锦囊妙计啊。第一条，缓兵之计，能拖就拖。大部分保险代理人的离职率非常的高啊，因为大部分人的专业度很低，只能靠卖这种人情单来出业绩，一般是做不长久的。所以如果有亲友来找你买保险，可以先拖一拖，说现在没有钱，先等一等，或者说自己需要跟家人商量商量再定，都可以，反正能拖就拖。这样过不了多久呢，很可能这个亲戚或者朋友本身就因为做不下去而转行了。第二条呢，叫精打细算，能省则省。如果你实在抹不开面子啊，必须得掏点钱支持一下，就可以买一个一年期的产品，像意外险啊、百万医疗险等等，这样最起码算是给亲戚朋友捧了场，自己也不需要支付太高的成本。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就是如果已经买过百万医疗险了，就不要再重复购买了，因为医疗险不能重复报销，花多少赔多少，买多了咱也报不了。第三条，转移目标。如果你的这位亲友还算靠谱，专业素养也比较高，而你暂时也不需要再买保险了，当他来找你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他介绍给那些真正需要买保险的人，这样既能兼顾亲友情谊，还能帮朋友找到适合他的保险产品，也算是一举两得了。